羽球世锦赛不怕小戴，马林他很棒，但凡世界有可能西班牙名将马林 CLINVIMAIENC 曾拿下两座世界冠军，但以戴资颖如日中天的状态来看，想要重返荣耀恐怕不容易，但马林不失信心。他戴资颖表现得很好，不过这次比赛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发生。马林今年世锦赛首战只花32分钟就以2-21.10分直落2击败泰国选手 BUICNVNONGPAMAUNGPVCHN。 马林赛后表示，我觉得自己表现很好，也很高兴能够赢得比赛，而且这场比赛我能控制场上的节奏，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。马林在2014-2015年于世锦赛女单封后，并于2016年抱走奥运金牌，写下无比的辉煌战果，但外界普遍戴资颖才是今年最大夺冠热门。对此马林表示，她真的很棒，而且状态很好，这一年半的时间她表现得很好，不过比赛任何结果都可能会发生，我希望自己能有最好表现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有压力，不过这些压力是我自己给自己的，而不是外界给我的。这次比赛我没什么压力，我不是夺冠热门选手，马林说。不过我会尽全力冲击冠军。马林下一站将对上世界排名第17名的日本好手佐藤互相，力拼8强门票，他与戴资颖有机会在4强碰头。